县议员李锦慧夫人翁丽莹九月二号办理参选县议员登记，李锦慧则转任幕后推手。我们以前哦，到现在都是一人当选全家服务了，啊，这次换他选，啊，我从幕后哈，我们一加一可能等于三了，我会有更大的功能，哎，为我们台东县做更好的事情了。我们一人当选全家服务了哈，啊，服务的这是我们的上爱的啦哈，啊，希望讲。会当阁继续来为选为咱的乡亲来服务啦。我来拍拼，我会拍拼，放心，把代志交予我，我来服务。夫妇俩秉持一人参选全家服务的理念，期望能继续为台东乡亲服务。刘玉慧、刘日文采访摄影。